好，我们来看到呢，这个立法院在20号刚开议哦，开议的第一天哈，就发生了蓝绿哈双输的这个大战。好，这个呢是民进党的立委黄捷跟国民党的立委徐巧芯呢，在一场为了抢麦的事情爆发了冲突。那么呢，其实当下哈，看到黄捷呢这个转过身对着在2楼的媒体喊说，议场不能带麦克风，那这样的举动也被质疑是作秀。好，他要去抢这个罗志强的麦克风啦。好，可是呢，这个事后好引发的这个相关的风波，就是好，这是20号开议的时候，好，在昨天21号的时候，民进党高雄市党部呢，居然透过他们的官方的这个社群平台 Trade 来发文公审。好，公审内容什么呢？黄捷比徐巧芯漂亮，这是主观认定。黄捷比徐巧芯身高还高，这是事实。请问这两项哪里构成外貌羞辱了？可能是您的标准稍高了吧。好，这个是徐巧芯脸书上面PO出来，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个给删掉了。好，我们看到呢，徐巧芯就回应说，我长怎样关你们什么事啊？我的长相跟身高是我爸妈给我的，我自己觉得好看就好啊。后来呢，被抨击这个民进党的这个高雄党部他们的这个社群，好，被抨击之后已经偷偷的删文了，所以他说，请民进党向我本人道歉，不要因为自己的这个立委黄捷哈在立法院表现不好，就拿这种有的没的想来羞辱我，只是被看破手脚而已。好，国民党这边呢讲到了，民进党用外貌在羞辱人哈，人身攻击，难道想要成了社群霸凌党卫军吗？哈，任何公共议题是可以公开来辩论，但是用网络来进行人身攻击，难道民进党不会恶意羞辱就不会讨论事情了吗？好，那么当然民进党部这边说，对于先前发文跟留言用词不妥的地方，小编是虚心的接受大家指正，未来会更谨慎的留意并且来加以改进。那绿营的支持者其实也有点看不下去，觉得说，是可以批评国民党在国会殿堂的一些荒腔走板的行为，但是呢，不应该鼓励对于人身攻击、外貌上面的羞辱。好，高雄市议员白乔英他说啊，民进党身为国家执政党，但是整个脑子已经侧翼化了，本来就是以挑衅激化对立的言论为乐，那也真的的确掌控了不少侧翼粉专，这可能只是众多侧翼里面的某一位哈。小编是不是年假这个吃太饱啦，所以忘记切换账号呢？好，怎么就把真心话，是不是真心话给说出来？好，还有呢，他说民进党官员都敢在国会殿堂公然的羞辱明代了，好，这个是不是在讲苏贞昌？好，那也敢为了权力保卫战一再的掩盖肮脏事，欺骗选民，侮辱全国民众的智商。好，区区一个高雄市党部官方账号批评蓝营的女战神外表，怎么了吗？好，也讲得蛮酸的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前立委蔡正元他说，黄捷哦实在太假了，很失败的表演，而且呢想要表现这个抓错了议题，也抓错场合，还有对象，所以呢节节败退。好，这个在议会的时候翻白眼，那结果现在刚开议而已呢，就变成这种抢麦这样的一个状况。好，甚至呢别人会以为他是不是想要碰瓷。好，那我们看到了林涛说，罗志强没有把麦克风当作武器使用，比照民进党以前丢计时器等等行为，所以以后呢是不是同个标准要来检视自己的立委。而现在黄捷有陈其迈当靠山，在立法院可以完全发挥冲组这样的功能，就带头冲就对了。所以抢麦这件事情哦，恐怕只是一个起手式。好，未来不晓得黄捷还会在抢什么呢？或者是还会在做什么样的举动呢？好，我们来看到呢，这个前立委郭正亮也分析，他说很多国民党新科立委就觉得可以直接来总质询，展现大家的战力。那么同时哦，他说以后委员会就是凭实力，那至于黄捷啊这种作秀就没有用了。据我了解，昨天那个场，国民党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。实际上，国民党很多年轻立委就觉得说，啊，就直接总质询了，总质询才展现你的功力嘛。对对。那这种场，事实上昨天就是一个折中，所以后来只搞了39分钟。对。啊，那傅昆萁就迅速结束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就立刻总质询了。对。以前呢，
早上就不用开了啦，是，对不对？报销掉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就散会了嘛，那就不用开了嘛。听说昨天一些都有走完啊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以后这种院会的冲突场其实不会太多哦。你知道我的意思？嗯，我觉得国民党这一批年轻的立委真的给我感觉是很有心要问政，所以很多人都在准备资料。那未来委员会就开，一下礼拜就选召委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委员会就要凭实力了啦，你黄捷再来搞这一招不一定有用啊。嗯，人家就委员会，委员会就没有人在做秀了啦。你要做什么秀？可是黄捷应该会一直秀到底啦。我知道啦，可是委员会是一个一个上去嘛，不会有那种推挤场啦，你知道吗？对对。那人家就会看你讲的是什么内容，对，有没有料？对对对，所以那个的评量的标准就会不太一样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